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笑笑，哈哈哈哈哈哈。首先，我们来拆这个快递啊，这个快递是不是大凉山？我也不知道什么，我换另一只手吧，这只手不好拆哈。啊，很多人其实已经知道，有的人应该已经知道我手怎么受的伤了，对吧？啊，就那天晚上直播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受的伤，我要知道就好了，就不会受这伤了啊。玩着玩着，突然眼睛有点酸涩啊，我觉得是不是看久了，就揉了揉眼睛，发现哎，我的眼角怎么湿了？是不是哭了？不可能吧，我他妈看《红海行动》，我能看哭了？我疯了吧我？看漫威电影我都不哭是吧？我操！难道就为他洋葱哈？哇，好大！我买了5斤，真的好大。然后呢，结果就发现我流血，结果呢，后来发现脸上有点湿，揉了一下，揉了一脸，结果呢，就又发现一个开灯之后，发现我一脸、一手、一腿全都是血啊！我才知道自己受伤了，哈哈，就非常的奇怪啊，非常的智障啊。真的好漂亮，这个颜色，这5斤9.9啊！抗癌克星，你知道吗？嘿，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的心，你会坐牢的，我跟你讲。或者说你会发现细胞膜、细胞核，还有那大液泡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唱。啊，天呐，我白洗了，妈妈！哎，我叫妈妈干嘛？妈呀！我去洗一下。我已经洗干净了，我已经拿回来了。这是最大最小的一个吧，目前我看看能不能啃。蛮好吃的，真的可以吃，就是有点呛。你可以不炒菜，可以直接吃哈，别吃太多。因为这是个节选视频，不过呢，我会把它放在养蚕的那个视频里啊。我要哭了。各位，下期再见。真的好吃，但真的呛。各位喜欢的点关注哈，再见。刚才那个白说了。大家下期再见。我吃了一半啊，拜拜拜拜，我嘴已经没有感觉了。你就吃零食刚就才那行个了。拆完了啊，虽然我现在满嘴都是很辣，但是呢，已经过去好几天了，所以导致这个，哎，我发现这个真的好大呀，就这只洋葱特别的大啊，我吃了一颗，然后真的是我漱了一晚上的口，真的味儿太大了啊，打嗝都是那个味儿，真的受不了啊。因为你们看我直播应该知道我特别喜欢打嗝啊，不是我特别喜欢，是真的没事干就喜欢打嗝。这买的什么衣服？我前天看动态特别喜欢就买了啊，挺觉得挺 Q 的。这送的是什么东西？不知道啊。这个衣服跟我很搭啊，哈哈。哎，我买的就是这个诚信肥宅的这个，因为是定制，我等了好久。哎，还送了这个啊，小猪佩奇身上纹，掌上送给社会的，是不是？哎，我跟你们说哈，什么玩意儿啊？哎，送了个小枕头，哎，馒头啊，这什么？哎，我的天，就瘪了。哎呀，这个好萌啊！这能变魔术，扔一边去。这医生包的太丑了啊！我直接买了一条睡裤哈，结果这个盒子烂掉了啊，烂掉了也没办法，就这样吧，拉倒。虽然这个是女士的，但是真的，哎，我的天，我这衣服会不会买大的呀？我不知道哎，毕竟黑色的真的很热，也就适合自己在屋里穿了。对，像有的人，天天我的空间有一堆人说自己是肥宅，我的天，我都服了。女的没有130，男的没有180，你好意思承认自己是肥宅吗？我就好意思，对，因为我有这个重量，这个密度，懂吗？真的是。我的天呐，我这边没加水，我要去加点水啊！把它抠下来先，衣服拿回去，裤子也拿回去，我的抱枕也拿回去，洋葱搁这儿吧。看看又给吃完了啊！刚撒的叶子又吃完了。虽然这样看着你们很丑啊，对，你们就是丑，不要怪我说你们。哼，你能怎么样？对，咬我呀，不太好，对不起啊。送哦，这是明信片啊，好吧。走，我们回去拿点水。把衣服顺便拿回去，我突然忘记了一点，我应该买那种白浅色的，买还是买深色的？没法穿呀，它热死了。这是啥东西？我这里还有两条小蛇蛇。
这期视频真的特别的水哈。啊，你们喂食，我记得前一阵刚喂过，就不喂了。像我的爬，怕被发现，我就放在了这后面，一盖在上面，真的是，哎呀，毫无啥，毫无痕迹，我也不知道说啥。啊，这个呢是，哈哈，我摆着当摆设了，对，我没有怎么用过。我们主要是拿水走的，对。那我们的这边就到此为止了，对。过两天喂大蛇的话，得去楼上喂，你知道吧？我饲料到了之后，我得先把它们养得白白胖胖的。对，然后过几天我可能会发一个比较新奇的视频，也不是很新奇，就是，啊，对，只是我自己的愿望，好吧？嗯，各位啊，哪就再见，还早呢，是吧？你能不能别每天都在上面趴着？我的天呐，你要气死我呀！另一条呢？那条我从来都找不到它，我只知道在这有个蜕皮啊。那条去哪儿了？在这儿，我看到它了。嘿，在这儿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在这儿。这是好看的，哼。最气的就是这个，我该把这树砍了。当时我没有听从你们的劝告，哎呀，开着水片好疼啊！啊，没有听从劝告，所以我用了这个卷柏，不行，以后要换掉，重新种哈。对不起，直接盖好得了，真是那么多要求干啥玩意儿？好，齐了啊，就到此为止吧，各位，下期再见哈。啊，喜欢的话点下关注。虽然我觉得你并不喜欢这种东西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都不知道我拍的是啥。嗯，非拜常不好拜。意思，刚才我好像说了再见是吧？结果发现一点事儿，我没有说全，我之前明明是拆洋葱的是吧？跟你们说呀，就这种洋葱它不甜哈，干吃真的不甜。你们可以买点炒菜，对对对。然后你们要乐意削它，我给这边可以给你们发是吧？这9.9块五斤啊，确实挺便宜的，就是那种你们所看到那种啊那种什么芒果滞销帮帮我们是吧？或者是什么苹果滞销帮帮我们，我买的就是洋葱滞销帮帮我们，就帮那种老贫困老农，那老农我觉得也够惨的，真的是啥都滞销，真的你啥都卖，你种那么多干嘛？你就种一种不就得了吗？啊，我感觉你要种鸡蛋，你还是滞销，你还得把它都扔山下，对吧？好吧，好吧，又啰嗦完了是吧？啊，各位这个感谢你们的收看，哎，我前两天我跟你说捡到一个这个，特别好玩，就。它靠近金属就会叫，你知道吗？看，墙上就不会。这就是飞机上用的东西哈。哎，我的菜里有铁吗？哦，是这个胆啊，这胆有，这也有，这个壶是吧？好好玩啊，好好玩。看，玻璃就没有，哦，不能靠近，下面就没有，这上面是铁网啊，检验金属的，虽然我不知道它有没有什么太大的卵用。哦，床架是钉子，我忘记了。好好玩啊！这整个都是铁哈，这也是铁，这就为什么你也会叫？哦，不行，这床架底下就是铁，所以会叫。离它近，你看有铁吗？哦，剪刀是吧？我到底在玩什么呀？各位再见，我去把它擦一擦。好好玩啊！